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一百六十六页一百六十六页，第五行最后一句。 看起啊，第五行最后一句：“ <coughs> 今日世尊将言弥陀之妙法，故住于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，故云住诸佛所住。” 最深之道 <coughs>，这一段呢，是解释了最深之道的总结意思。 非常之深 <coughs>，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啊 <coughs>！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次的大会当中啊，<coughs> 就像我们办这个讲座活动一样。 将要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，所以这个法会显得非常的殊胜啊！世尊今天也特别的欢喜，放光显瑞。 啊，我们根据阿难尊者所说的，阿难是佛的使者，啊，他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今天这种殊胜的因缘，啊，那么也知道世尊。 这一次的讲演与一般呢肯定不相同啊、嗯！显示这个法门在一代十教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第一。 西游的法门啊，介绍给我们。嗯、那么佛所住、所行所、所、嗯、念，这就是演这个字啊，他在实现，在表演。那我们要学呢，也就是要抓住住。 行念要把这三个字抓住啊！我们如果也能够住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，我们就能够契如这个法门啊！法门里无量殊胜的利益了，我们这一生可以得到。 啊，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呢，就是圆满正德无上菩提啊！你这个东稀有啊，多么难得、啊、<coughs> 那么，弥陀所住，阿弥陀佛住在哪里？ 广义来说呢，就是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为了普度。 法界虚空界里面，所有一切苦难的众生，这个苦难呢，就是讲的六道，六道众生太苦了，太可怜了，啊，这是弥陀无尽的悲心呐、啊，啊，怜悯这些众生。 想帮助这些众生，而且方法太奇妙了，啊！不必断火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有办法让这些众生很快的真的无上道，啊，最深之道。 这个言太稀有了，太殊胜了，啊！弥陀想到了，啊，用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啊，所以弥陀所住，简单的说，就住在。 怎样度脱众生之道？这个道呢，就是道理、方法啊！用什么样的道理、什么样的方法，能叫一切众生成就最深之道？ 由此可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接物，念念不忘。下面一句经文呢，就说清楚了：去来现在，佛佛想念。 啊、嗯！阿弥陀佛，念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不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念佛成佛了。啊，道理佛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 阿弥陀佛是从心相生，极乐世界也从心相生。心想阿弥陀佛，心想极乐世界，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？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偶业大师说的很好。啊，往生基本的三个条件。 就是幸运性原心啊，心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完全肯定的良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无论是什么更新。 上中下三根没有两样啊！那我们看今天修净土同修很多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啊，甚至于念佛还多地狱。 啊，我是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第一次看到慈云冠顶法师的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素潮。啊，是清朝初年。 乾隆年间的慈云观顶大师，啊，这一位老人也非常了不起，通宗通教，玄密圆融，著作等身呐、啊。日本万字书藏收集他的这个著经。 跟论述啊有二十多种，非常丰富。啊，那一本小册子呢，是他老人家对这个《楞严经》圆通章啊的注解。我们知道，圆通章的文字不多，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。 啊，比般若心经还少啊《般若心经》还少啊，《般若心经》是两百六十个字，啊，它两百四十四个字，注解的非常丰富啊，啊，非常详细。幕后啊，到幕后第一章，他讲念佛人有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啊，第一个呢。 就是堕地狱。我看到 <coughs> 这一个结论呢，我怀疑啊，念佛不管怎么样，念得再不好嘛，总不至于念到地狱去了嘛。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我就拿着这本书去见李老师。 啊，向李老师请教。李老师一看，啊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，啊，我不跟你一个人讲，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。念佛的心态重要啊，跟禅宗宗门的义趣是相同的。 你会念吗？啊，今天念佛是在讲啊，会念的人太少了，不会念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凡是真正会念的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 不会念的，好、哦，三途六道通通有份。啊，我这才明白了。啊，诚会心念佛，啊，念佛还发脾气，还生气。 这是地狱道啊！念佛不断贪心，魔鬼道；念佛愚痴，邪正不分，是非不明啊！畜生道啊！能把无界十相做好。 那、啊、这念佛才能到人道啊！这个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！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《无量寿经》上的那个往生的条件是什么？发菩提心转，一向专念啊！菩提心是什么？ 经论上解释的很多，我们综合经论上的解释，啊，用十个字来标明它：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。我们有没有真诚？ 念佛的心是真诚，待人接物都是真诚，一片真诚，这个才行呢、啊。我念佛的时候用真诚心，我不念佛的时候就用虚伪心。那这怎么行？那是假的嘛，不是真的嘛？ 啊！你不明教理呀、啊，你不了解诸法实相啊！啊，所以你的真诚心显不出来。啊，你所用的心呢，全是妄心，全是自私自利的心，这个根。 阿弥陀佛不相应呐、啊！啊，经宗的书生。称为最圣之道，是在讲，就是指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弥陀的本愿。 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跟四十八愿对照，你跟哪一愿相应？可以说。 一条都没有啊！你怎么能往生呢？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忘了我，只要有我，连带的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 这些东西障道因缘了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不来接引你。这些东西障碍了，啊，没障碍佛那边呢，障碍自己这边，所以自己纵然有感，佛有因，佛是来因的，没错。 但是佛的印你感受不到，啊，通通被障碍障住了，啊，所以世尊灭度之前教导我们两桩事情非常重要，啊，阿难尊者所问其实是带我们问的 佛陀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，啊，向佛学习。佛陀不在了，我们以谁为师？啊，佛说了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这就说的很清楚啊，啊，一定要持戒。 一定要能吃苦，不怕苦啊！为什么呢？<coughs> 直戒就跟佛陀在世没两样啊！愿意吃苦，增长道心。 你不会迷于世俗，你不会堕落啊！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内有三毒烦恼啊，佛法讲。 贪嗔痴是三毒啊！啊，我现在讲五毒，根本烦恼贪嗔痴后面还有慢，还有疑，还有恶见。啊，我讲五个：贪嗔痴慢疑。这个疑问题很严重，我们对佛菩萨怀疑。 对金教怀疑，那你怎么能接受？啊，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学佛、研究金教，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；二分沉静啊，得二分利益；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利益。 那么现代的人，绝大多数心浮气躁啊！啊，这样的心态，即使诸佛菩萨慈悲来教导我们，我们都不能接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沉静心没有。 啊，由此可知，绝对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佛菩萨非常慈悲，慈悲到极处。啊，而是怪我们自己。啊，我们自己错了啊，不是在别人身上啊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<coughs>！真想学佛，真想成就，一定要依教奉行啊！要知道 <coughs>，世尊当年在世。 给我们做出非常好的榜样啊！他叫我们直接，他做到了；他叫我们以苦做事，他也做到了。佛陀在世三十岁开悟。 就开始讲经教学。七十九岁圆寂的，<是>经上记载着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。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佛没见到场，啊，没见寺庙，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现在所谓的。 流浪生活啊，居住没有一定的处所、啊嗯，游牧啊，啊，生活非常简单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佛在戒经里面告诉这些出家的比丘，树下只能住一宿。 不可以连续住两天，为什么？怕你起贪心。这个树很大，树荫很很很,很阴凉，这不错。我明天晚上再到这来，你不就起了贪心了吗？啊，所以佛规定的时候，<coughs> 树下只能一宿，明天要要移开到别的树下，啊，不能在同同一棵树下。 你看看，防微杜渐呐！啊，这是佛对于学生的爱护啊，怕他骑贪嗔痴的烦恼。啊，那么他自己可见的是，他自己肯定做到了。啊，每一天绝不是在同一棵树下。<coughs> 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，戒没有了，戒没有了呢，就是佛没有了。啊，现在佛教了都变了，这个社会上形态很多了，啊，一般的变成宗教了，也有变成学术，啊，像许多大学里头用佛经。 开阔啊！我也学过，我也教过啊！把佛经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啊，通常都放在哲学课程里面，叫佛经哲学啊，这变成学术了。 啊，那么近代我们看到呢，佛教变成旅游观光的，啊，观光旅游的佛教，啊，还有变成企业的佛教，啊，问题最严重的呢，邪教的佛教，打着佛教的旗号，其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啊。 这个现在在社会上到处都能看得到，啊，在国外，因为社会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啊，不像古时候，啊，社会制度不相同，啊，对于言论的管辖很严格，啊，这都是国家保护人民的。 精神生活啊，那么真正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教学啊，很少看到了。<coughs> 我们学佛机缘可以说无比的殊胜。 啊，我们遇到了真善知识，啊，指导我们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这个指导非常正确啊。啊，认识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呢？ 它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啊！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现在佛教里面所有这些仪规啊，这些佛门的法事，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完全没有啊，年修行。 你现在我们常常看见的禅七、佛七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师尊当年在世，从来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念一天佛，没有；也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做个七天禅七，没有。啊，真正是古德所说的“师父临进门”呢。 修行在个人，他只是给你上课，只是给你解答问题，啊，你通通都明白了，怎么样修行正果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佛家讲开示悟入，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佛对学生只做两个字：开示。咳 开始开启，事是只是做样子给你看，啊，他做榜样给你看，啊，误入啊是你自己的事，学生自己的事情，啊，学生接受老师的开始要有能力误入，那你真正就成就了，就得法了，啊，你得要误入才行啊。 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佛法之衰，啊，佛法变质变成宗教，时间并不长。啊，佛教变成宗教，过去道安法师告诉我，对，应该不超过三百年。啊，为什么？ 在前清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的时候，还是教育啊，寺院庵堂啊，是佛陀教育的场所啊，不是宗教啊。一些规模小的，就像现在的专科学校。 啊，这个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所所说的“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”。啊，就是啊，像是专科大学一样得有成就。大的丛林呢，就像现在大学一样，啊，它里面有很多堂口。 啊，这个堂口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学习教师，啊，以前每一个店每一个店都是教师，啊，都是实际上教师，啊，由首座啊这个和尚呢来,来担任教导，啊，担任教务。 研究经论的法师多啊，讲解指导学习的法师多啊，所以一个大寺院他开很多门功课。我们想学哪一个科目啊，可以去报名啊。这佛门叫讨经单啊，我来学这部经。 就是《华严经》啊，你报名之后，他名额上是有的话，你符合这个条件，他接纳你，哎、啊，你就可以在这个道场学这部经。这部经学完了，那你就毕业了。啊，毕业之后你继续学也可以，你要离开也行。 啊，所以它真的是学校啊，啊，它不跟宗教不相干呐、啊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佛门许许多多的寺院，这个经教学习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金蚕佛寺，啊，这就属于宗教，宗教的佛教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就得要向释迦牟尼佛学。啊，这是决定了不会错的。<coughs> 佛家大乘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 <coughs>，念佛是其中的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所以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。 三根里面有上上根人，诸位要知道，这里头要没有高深的道理，怎么能满足上上根人来学习？啊，肯定有道理啊，啊，道理还真的深。 啊，我们从经教里面看到有这样的呃呃经文，啊，这个法门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所以这个道理，连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完全明了。 所以，他称之为难信之法啊。可是，修行不难，难信易行啊。所以，学学这个法门呢，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啊。只要具足三个条件。 你真正相信啊？信了以后，你要求解啊？净土经论不多，主要的经论《无经一论》啊，无经分量都不大啊，无经合起来也只有一本书，非常适合现代人。 现在进入工业化了，社会也，每个人工作繁忙，啊，休闲的时间很少，啊，学习其他的经论，那要相当长的时间，就困难了、啊，啊，如何每天用很少的时间？ 来学习啊，而且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啊！这个法门就是这些人心目当中啊所向往的，所以佛是很了不起啊！啊能够随顺一切众生啊，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。 随众生心，因素质量，开启这样的一个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念佛法门在前面讲的这三这三个条件很重要，那就是我们要能够住弥陀之所住。 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，弥陀所念的是念佛。啊，他是怎么念佛的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我们哪一个不是本来佛啊？这弥陀所念呐、啊，那、啊、弥陀所行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中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普度众生。 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利苦得乐，这个利苦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脱离十八界啊！那个乐是真无上菩提。 啊，弥陀所行呐、啊，啊，弥陀所住的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住长及广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啊，无所住就是长吉广。 常寂光是自信的本体，啊，就是真如自信啊，常、啊、寂光里面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啊，是自信，<coughs> 啊，慧能大师尽心的时候。 为我们做了报告。啊，见心心是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话。第一句话，自性是清净的，本自清净。啊，第二句话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那就是涅槃。第三句话。 本字具足，虽然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什么都不缺乏。啊，第四句话，本无动摇，自信本定。末后一句话，能生万物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无足就把它止住了。行了。 一波就传给他了，啊，他真的开悟了，不开悟说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弥陀心住在哪里？弥陀心住在自性里头啊。啊，自性就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住。 于无所住处，这就是自信。啊，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心是什么呢？心就是身心，就是身，行弥陀之心，念弥陀之念。啊，这用般若经来解释这个、啊，应无所住，就是弥陀之所住。啊，行弥陀之心。 啊，四十八愿普度众生。啊，念弥陀之所念，阿弥陀佛念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。你能相信吗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翻成中国话。 无量觉啊！每一个人自信都是无量觉啊！师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啊：“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得。”啊，从理上讲，你说多简单，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 你自信里头的无量觉就现前了啊！现在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有没有丧失掉了？没有，只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了，我们起不了作用，一点都没有消失啊！所以这一桩事情，在佛不正。 再烦不解啊！成佛的时候，智慧德相没有增加一点；纵然我们造作罪业堕到阿鼻地狱，我们的智慧德相也没有损一分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！所以佛眼睛当中全是佛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 佛佛道统啊，佛跟佛在一起共进呐、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所以真正念佛人，心是阿弥陀佛啊，行是阿弥陀佛，看所有一切众生，全是阿弥陀佛。 恭敬心就起来了，啊，这个恭敬心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头的头一条，礼敬祝福。啊，才能生得起来，啊，为什么凡夫都有烦恼？ 啊，烦恼里面有一个很麻烦，就是傲慢。你说你有没有？只要你是凡夫，你就有，你不能不承认。啊，中国古人也知道。啊，所以《礼记》曲里的有“傲不可长”，傲慢说与生俱来。 不是学的，这叫根本烦恼。<coughs> 啊，我们学了《望京还原观》，知道了。啊，《唯识经论》里面讲的很清楚啊。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？ 啊，意念不绝而有无名。这一句话，那个无名就是阿赖耶，意念不绝，从自信里头变现出一个阿赖耶。啊，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。啊，这意念不绝呢，是波动。 啊，阿赖耶出现了。阿赖耶能现万法。记住，依自信能现，他要不依自信不能现。啊，现万法，一报就整个宇宙出现了，正报呢自己。 所以我们自己跟整个宇宙是同时发生的啊！而且什么呢？是先有医保啊，先有正报，而后有医保阿赖耶有三系相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波动，就是那个一念不除，是阿赖耶的。 夜象啊，现在这个科学里面讲的能量，这一动啊，它就产生两种现象。这两种现象，我们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。一个是境界相，物质现象啊，一个是信息。 啊，是正报。啊，佛法术语叫转向，转向是莫那什。啊，莫那什四大烦恼常相随，你看。 这个东西都都都真是原始的、啊。这四大烦恼，第一个是我见，不叫什么我见，执着有个我。啊，跟着这个执着，啊，我见呢，就起了，就就发生了。 我爱，我爱是他呢。我慢，我慢是成慧呀、啊；我吃，你看看，贪嗔痴啊，最原始的。所以佛说三毒啊，因为有这个东西。 所以你才越迷越深，啊，你回不了头了，啊，这个要靠佛菩萨帮助，啊，但是要知道，诸佛菩萨真正成就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起心动念。 啊，不是看到人说我们同情悲悯啊，赶紧去救他。他没有起，他起这个念头反复了，他就堕落了。他没有从动这个念头啊，所以他必须你有感，他有因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你不可能动一个念头去感恩，没有。 总是越陷越深，所以这是讲呢，宇宙生命的缘起，我们要晓得，啊，他这个这个这个贪嗔痴啊，他就跟着你来的，啊，那么佛法，这贪嗔都要断掉，你才能回头。 回归自信呐、啊！贪嗔痴要不能够整个断掉，你回不了头啊！你在十法界里面可以提升你的境界，你回归不了自信，这是肯定的啊！所以佛法修行为什么把？ 断烦恼放在第一个科目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四弘誓愿是学佛人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。啊，学佛头一个叫你发心发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要真正发一个。 啊，肯牺牲自己去帮助一切众生的有这样一个愿心啊！你要发这个心。众生越苦，我们越要去帮助他。啊，帮助他当然你都要有能力，你没有能力帮不上忙。 啊，所以要帮助别人呢，那先成就自己。啊，自己不能成就，决定帮不了别人。啊，你帮别人，最多也是跟你程度相相等，你没有办法把他提升。啊，你是一个虚头环，你帮助别人，顶多也到虚头环这个阶层。 你不可能超过你啊！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，能想得通啊！啊，所以四弘誓愿第四个愿：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他一定要坚定成佛啊！成佛有两门功课必修的，一个是断烦恼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；第二个学法门，啊。 法门无量是允许，啊！可是有很多人把这四句话解释错误了。他这四句是一句，我们把它当四句看就错了。啊，前面。 第一第一条发愿，我们不发没关系啊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都忘得干干净，先度自己，不度众生了。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也马虎一点也不要紧。从哪里下手啊？法门无量誓愿修，从这下手，能成就吗、啊？不能成就，好像四层楼一样，前面两层我不要，我从第三层下下手。 他永远都不能成功，嗯、没根。啊，辛辛苦苦努力一辈子，啊，学成什么？学成一个佛学家，啊，佛学的学者，真正讲呢，与佛法毫不相关呐、啊。 啊，佛法是学智慧呀、啊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等等。啊，是要把自信的东西开显出来呀、啊。那些人方向搞错了，把佛学当作一种学术去研究。啊，所以能言善道，啊，著作等身。 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取得一个教授，啊，佛学家，啊，也被社会大众称为大师，啊、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或就等于什么成就都没有。 啊，真正成就什么呢？小成就是出六道啊，他连须陀环都比不上啊。须陀环是圣人了，虽然没有出六道啊，他决定不读三果道。佛学家还照样读三国道，为什么？ 见是烦恼，一瓶没断啊！虚特还见是烦恼，八十八瓶见火断见了，这是什么持戒的功夫嘛？所以不持戒行吗？ 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记住一句话：真正发心聊生死出三界，我们就修佛。如果对于六道轮回这三界还有贪念。那所修的是人天法。人天法要怎么样？断我修善。 啊，用十善业道可以，啊，断食物修十善，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！啊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，佛法的十善业道，人天法了。啊，人天法，我们为什么重视？ 要重视，你要晓得，人都做不好，你还能想做佛吗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佛菩萨是从人天道里面提炼出来的精华，啊，人天道里面做到了家了，这向上提升呢，这就是佛菩萨了。 啊，所以戒律一定从人天法教起。啊，你看这个这个，呃，《十三业道经》里面讲的就很好。啊，佛就说明这个法是人天法，啊，得人生得得升天的方法。 啊，然后告诉我们，生闻菩提、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，都是以十善业道为根本。啊，你没有这个根，没有这个本，你怎么能长成？ 啊，像植物一样，你怎么能开花结果？啊，所以佛法重视戒律，尽宗不例外。如果说是不重视戒律的，那个佛法那不是佛法，没这个道理。佛法决定是戒定慧。 啊，你在修学经教，这叫教下；或者是参禅，或者是念佛，或者是持咒，这法门很多，都要持戒的定，定就是三昧，然后才能开智慧啊！啊，这个智慧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 啊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依据《戒定慧》来学习，啊，来修行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学气戒定慧》，拿着经本，这是当把它当做世间一门学问，错了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 啊，你在六道依旧是依着业力、啊、去轮回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。啊，尽中离很深呐、啊。啊，修很容易，但是你要真心。啊，有一丝毫疑惑就不行 那我有疑惑怎么办？研究经典，破迷其信呐、啊，啊，迷破了之后，我信心就升起来了，不再疑惑了，啊，也叫断疑生信，啊，你的愿，你发的愿呢，才能恳切，才真正愿心能升得起来。 <coughs> 尤其在我们先前这个社会，灾难这么多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这个法门，无限的欢喜啊！啊，为什么我们有救了？啊，在真的在眼在眼前也不怕，我都有救。 啊，你看看这个法门修修行要多少时间？《弥陀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：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。啊，那个七不是数目字，一二三四五六是数目字，后头那个不是数目字。那个字代表圆满，圆满就是什么一定。 <laughs> 哪天成就，就就算哪一天圆满啊！所以他是表法的啊。这个一日到七日成就有没有呢？有啊，过去有，现在也有啊。我早年在美国遇到一个念佛往生的。 周广大先生，因为他不是个佛教徒，我们称他先生。周广大先生，啊，住在华盛顿 DC，啊，就是美国的首府，啊，他开个面包店，人非常好，啊，非常厚道、好善，没有宗教信仰。 啊，我们的佛教会这能成立大概一年多，他得了癌症，啊，去检查身体，医生告诉他，顶多只有三个月，没办法救，啊，家人就慌了，不相信宗教啊，啊这个时候到处啊去拜佛求神，希望有什么奇迹出现。 <noise> 就找到我们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在地西有一个佛教会，啊，找到我们，啊，我没有在那个地方，我在德州，啊，这是马里兰州。 啊！同学们打电话告诉我这种事情，我就告诉大家：你们去看他，去慰问他，看他。看他的时候，劝他念佛、求生净土。啊！我们同学把这个意义告诉他的时候，哎，这就是善根。跟他一一说的时候，他就接受了。啊！吩咐他的家人，不要替他找医生。 去去去，去去,去,去求这个病好的不要，全家念佛，帮助他求往生，这个很难得啊！这个这个是没想到的事情啊，完全配合，念了三天，他走了，啊，真的往生。 《瑞相西游》啊，所以同学把这个事情来告诉我，三天了，从来不学佛的人了，真往生了啊！我说这证明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，没错吧？啊，我说周光大师菩萨，他来给我们做实现的。 哎呀，告诉你们这些学佛的人，哎，三天可以往生。啊，三天，我们同学也不错，啊，大概得有三四个人，因为那边学佛的人不多，轮流，日夜不断，啊，陪着他念念佛，三天三夜。 啊，他那个时候说，这个佛，他这个心一发，一回头，在念佛的时候，他这个病就不痛了，啊，本来这个病很痛的，要用止痛药都不需要了，啊，非常安详，头脑清楚，啊，一点都不迷惑，啊，跟着同学一起念，你看他就这，这是等于说是，那么多同学亲眼看到的。 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的，宋朝的盈柯居士，啊，那是出家人破戒的，啊，这个人有惭愧心，啊，自己知道他业障习气很重，造作很多。 这个这个这个个这个呃不善的事情，所以自己晓得将来必定堕地狱啊。那么想到地狱，他就很恐怖，非常害怕啊。向同参道友请教，你们有没有方法能帮助我不堕地狱？<coughs> 同学们就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。 就得看，看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多地狱。啊，他读这个《往生传》，每读一篇都流眼泪。啊，生惭愧心，《往生传》念完之后，啊，他把疗房门一关，一句佛号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啊，日夜不休息。 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：“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十年之后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说我来接应你。”他自己一想，十年时间太长了，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。 吸气，他说：“我十年不知道又干多少坏事啊！”给阿弥陀佛说：“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”啊，佛就答应了。好吧，三天之后我来见你。果然三天之后他往生了。啊，这念佛三天的，所以这个法门呐。 我们得到这是大欢喜啊！啊，灾难来了不怕，来得及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决定得神净土。啊，一个重要的条件，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统统放下，没有一丝毫留恋了。啊，这样你才有感应。 如果你还有牵挂，你还有这个事情要交代，那个事情要交代，那你个麻烦大了。啊，通通放下，一刀两断，没事，这才行。啊，我活在这个时间，活一天就讲一天经，啊，专讲无量寿经，哪一天走都可以，都自在。 不是这样怎么行啊？啊，坚定的信心，坚定的愿心，啊，一定要学这三个字：住、行、念。啊，把这三个字要抓紧，真的住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，啊。 心要脱开，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：“含容空有啊！”你看那个心量多大啊！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心包太虚，两周沙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。 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。虚空法界是阿弥陀佛，我们一矛端是阿弥陀佛，一粒尘沙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定念佛人要跟虚空法界、一切众生、一切人事物融合成一片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怎么会不往生？ 王孙肯定比荣国书生啊，比周光大书生，周光大没没这个境界啊。这是我们自己亲见的这些事情啊，这都是菩萨来给我们实现啊 <coughs>。我们看下面。 加强书里面的说法啊，加强数语。去来现在，这是讲三世。去是过去时，来是未来时。现在，佛佛相念者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佛、未来啊，佛佛都互相念呐、啊。明三世诸佛。 借由化众生之意之念，光光相照啊，又智智相照，故云相念相念也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啊，有人我是非之见。 那、啊、不能够包容别人，你怎么能往生？我们必须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，以弥陀的心为心，这就住啊；以弥弥陀的愿为愿啊。我们现在功课早早课就是念四十八愿，那是弥陀之心呐、啊。 这个这个人怎么会不往生呢？这叫真念佛啊！啊真正符合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都是六根，净念相继。都是六根呢，就是万缘放下。你不放下，你怎么就能设得住六根？你现在想这个，一会想那个，你没放下。 啊，毒舌六根的反面的意思就是外因方向。啊，心里头、心外面、表里一如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法句，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这是道理。 啊，我们现在也能够粗知啊这些道理 <coughs>，光光相照，用现在的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科学来说呢，这就好的好动。啊，这个光是什么？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小光子。 啊，这是一个波动现象，啊，波动现象有光，所以科学家，量子是什么？小光子，比基本的粒子还小，啊，这是最近才发现的，啊，真的，那个光一闪，虽然时间很短，我们现在理解。 那个一闪光啊，周边发界。光里头有信息，畜生无尽呐，啊，含容空有，啊，无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。 都有三种周边。啊，这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。佛经上说“法而如是”啊，这是光光相照，光光相照就是智之相照啊。自己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，跟所有一切诸法。 啊！一切如来的智慧，智之相照，这是想念呐、啊，这是感通啊！啊，这样念佛了，才是经论祖师大德所说的“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”。 啊，这就真的会念呐、啊！真解语，去来现佛等，举三十佛相念，以推度经佛所念。啊，这个解释也很好。啊，因为阿难知道，听经听久了吗？ 啊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啊，三世诸佛是佛佛相念的，啊，看到今天在开讲这个课程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瑞，如此的殊胜，就猜想了，是不是今天释迦牟尼佛在念佛？一点都没错。 释迦牟尼佛念三世诸佛，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又何赞云？我以三世诸佛相念的内持，得无尽佛一念诸佛，啊，这都是说解释这个阿难尊者。 当时的心态啊，看到世尊的这些瑞相啊，想必是世尊在念佛啊，但是他不知道是念过去佛，还是未来佛，还是现在他方世界的佛。 啊，那么我们根据《华严经》的教义就晓得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所以这个念佛的意义就很深很广，啊，不可思议。然 <coughs> 今超过诸佛，现此其相啊，有何故也？啊。 这是个问号。经文，微身贤耀啊，光瑞树苗。啊，这是经文有这两句啊，赞叹佛的放光显瑞啊，下面有解释表。 所现色相，光艳微微，微微是盛大的意思。啊，光明亮，啊，色彩，不是几种，啊，无量的光彩，啊，显示佛的微神。 难测，啊！难测，也就是不可思议，啊！佛放光，现瑞相，殊胜绝妙啊！啊，更不可思议的，十方宝刹，应现光中。 是故何赞称为超过诸佛也？啊，这是比较少有的啊！放光仙瑞当中啊，很少有现设方宝刹的啊，这一会里头有这样的庄严啊，佛光中现。 无量的诸佛刹土，我们在学佛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能有一点体会，有今天佛讲的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法门，不是普通法门。 这是诸佛如来普度众生大圆满的法门啊，就是弥陀净土。为什么十方佛赞呢、啊？没有一尊这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。所以你今天说这个法门，这个信息一出去。 啊，肯定十方诸佛都是受到了，他们来随喜啊，他们来证明啊，啊，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十方佛赞叹的经文上都有，啊，鸠摩罗什大师翻的是省略了，叫六方佛，啊，玄奘大师翻的。 是释放佛啊！佛说这不仅释放佛在的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理解啊，这种事情都是自然的，发而入世。从理上讲。 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！今天，世尊想阿弥陀佛，想十方诸佛，都赞叹阿弥陀佛。啊！十方一切诸佛都劝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了，啊，唯有求生净土，才是一生真实圆满成就。这话重要啊，超过一切法门。 啊，开这样的大大法会，十方诸佛能不来吗？啊，这是我们从其他经论当中啊体会到这个道理啊，这些思想。<coughs> 阿难，应现独光瑞啊，这现是现前看到佛放光现瑞，前所未见欢喜情形的。他是佛的使者，以前世尊讲经说法。 没有这样的瑞相啊，瑞相是有，放光也有，没有这一次这样的奇特啊，从来没有过啊，啊所以欢喜清净啊，能闻到这个法门，就是说你有了机会在一生当中啊。 圆满成就啊！佛子思维，今日世尊现稀有之光明，显难读之瑞相，故知世尊必入大吉之定，住奇特之法。 啊，这是在阿难想象之中。啊，此定此法，啊，师尊入地大吉定，啊，住地七特法，那么这个定，这个法，就是。 念佛三昧，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。这三句话重要啊！啊，导师之心，前面讲过了。 佛有能力引导一切众生，在一生当中啊，圆成佛道啊，真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！用什么方法呢？最深之道就是念佛法门。 啊，特别是，住佛之所住，心佛之所心，念佛之所念。啊，要针对性。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兹在兹。啊，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。 六十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相继这不中断呐。地行老和尚教导葛路将。这个故事记载在。 《影城回忆录》啊，这本书在香港很普遍啊，一般寺院这个流通处都可以请得到啊，《谭徐老法师的传记》。 老法师教给郭罗江念佛的方法，没有一点点压力。啊，万愿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不要有杂念，你的心才清净嘛，就净念相济嘛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。 老师念，一句一句的，老老实实、诚诚恳恳、恭恭敬敬的去念。念累了呢，你就休息。休息好了，你就接着再念。这个方法多好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啊，念累就休息去。啊，休息好了，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。 锅炉匠还是念了三年呢，成功了，啊，欲知实知，王生净土去了。哎、啊，他王生站着走的，你看功夫，这不是假的。哎、啊，乡下一个破庙。 没人住的，他住在那个破庙里头，啊，也是地行法师给他找的，啊，他中年出家，四十多岁，又不认识字，做什么也不行，住在寺庙嘛，做个啊早晚课他都不会，啊，那人怎么能瞧得起他？啊，所以。 给他找了这么一个地方，啊，找了一个老老的老太太念佛的，啊，照顾他，早晚啊，这个中午中午跟晚上的这两餐饭，啊，给他洗洗衣服，啊，让他专心念佛，啊，早晨这一餐他自理。 就这么过这么简单的生活，啊，念了三年，啊，往生的前一天，他告诉照顾他的这个护法，啊，跟他讲，啊，今天你不必替我烧饭了，我要到城里去看看几个老朋友。其实。 是去辞行的啊，最后见一,一次面啊，他也没有跟人家讲他要走啊，他有定功啊，不说啊，啊，到晚上回来了，回到这小小庙里头啊。 告诉这个烧饭的，明天也不要替我烧饭了。啊，这个老太婆看到，哎，法师三年都没出过门，哎，昨天出了一次门，交代明天又不要煮饭，大概又有人请他吃饭了。啊，所以到第二天中午来看看，啊，法师在不在家？啊，就看到寺庙没有人。 哎，喊他也没人答应。走到小佛堂里看看的时候，他站在佛像面前，站在那个地方，手上拿着念珠。叫他不应，再仔细一看呢，死了。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，啊！这老太婆也也很压抑，也呆了。啊，好在当地。 还有一些学佛的同学，啊，他就到处就告诉大家法师走了，站着走的，啊，大家都来看，看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赶紧替地仙老和尚报信啊，啊，地仙老在关中寺啊，那是走路啊，没交通工具啊，啊，派人去报信，来回三天。 啊，地藏法就过来了，他在那站三天，老皇上替他办后事，对他非常非常赞叹，你有没有必要出家了，你的成就啊，是先前名山宝刹的方丈大和尚比不上你。 红中言教的这些法师大德也比不上你，这个赞叹是真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，一个字不认识啊！没出家之前，生活苦的不得了啊！做锅炉匠，锅炉匠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。我小的时候看到。 啊，挑个小担子，在乡村里头做什么呢？碗打破了，锅打破了，他能把它补起来，就做这个手艺。啊，补一个是一个铜板，两个铜板，一天能赚十个铜板就不错了，就很难得，所以很辛苦。啊，做这种手艺，不认识字。 跟地仙法师是从小在一起的玩伴，以后看到地仙法师出家不错，啊，所以就是发了这么心，啊，一定要出家，啊，要跟地仙法师出家，不收也不行。所以真有成就啊，老实听话，真干。 不简单，我们相信这个人，啊，在我今天看法，都是菩萨来实现的，来跟我们表法的，啊，告诉我们念佛法门是真的，什么样的人都能成就，啊，成就的这个样子。 也是像世尊一样放光显日也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你看人家念三念佛，就一个人呢，没有同伴呢，就听老和尚这一句话。老和尚什么都没教他，因为跟他讲经他不懂啊。就教他念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啊，念累了就去休息，休息好了就见着再念。啊，无分昼夜，就是这个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休息。啊，休息好了起来，赶紧接着去念。啊，这人穷好啊，没念头了。 这富有的人念头太多啊，放不下了，那他什么都没有。出家之后，就是老和尚给他两套衣服，啊、那那那那个穷和尚谁供养他呢？那刚出家，什么都不会，啊，地老慈悲呀，给他做增上缘。 啊，他没有辜负地仙老法师，真成就啊！啊，这个占座王僧欲知失智，这就是他报地仙法师的恩啊，也是真正报佛恩，实现这样的瑞相跟我们看，让我们对这个法门。 坚定了信心，啊，再不怀疑了，啊，也知道在用他这个方法就好，啊，不要搞什么花样，啊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阿弥陀佛不甜啊，能有时间时多拜阿弥陀佛。 啊，这个拜佛是消业障啊！我们无世界以来业障很重啊，啊，修忏悔法。 底下这一句，故问曰：“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？若不是念佛者，何故今日佛之？为生贤要光睿书妙难耳。”啊，这是阿难的猜测啊，肯定。 释迦牟尼佛在念佛啊，但是不知道他是念过去佛、未来佛还是现在他方佛啊，所以向世尊请教。底下解释：威者，勇猛也；神者，不可测度也。啊，这是讲。 微身仙药啊！啊，仙药是光力。啊，光彩壮丽也啊！佛光中应现庄严之十方宝刹，妙贤华严，不思议之玄门。 所以，故人说：“无量寿经呢，即是中本华严，有道理。为什么？一切经里头，只有华严经啊，说了十玄门。啊，这师尊在其他一切经里从来没讲过。” 无量寿经有实玄门的意思，我们在前面都学过了啊，所以这个经呢，跟华严没有两样啊，称它做中本华严，也就是根据经典里面的道理啊所讲的实玄的道理。 啊，这经常有啊，一条都不缺。莲池大师当年在世讲《弥陀经》苏潮。那个时候。 他完全用华严，十门开启的方法来介绍啊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把《阿弥陀经》提升到华严境界。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，让我们联想到。 在那个时代，禅宗非常兴旺啊，净土宗很衰呀、啊。啊，一般人都认为净土宗是借借银啊，阿公阿婆没有知识的人，是借银他们。 士大夫阶级，我们今天讲高等知识分子，他们没有缘分接触到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连吃大死，大慈大悲，知道学佛的人，没有不尊敬华严。 而敬重，敬重，实在是《华严经》的归属啊！我们读《华严经》幕后的一篇，看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导归记录。所以古德讲。 华严的圆满在无量寿，啊，以莲池大师用华严经的经教义来解释阿弥陀经，把净宗这个地位呀、啊、提升了。 更华严经等量奇观了啊，让净土法门再复兴起来啊！他老人家过世之后，欧耶大师接住啊，这两个人把净宗带起来了啊！那我们现在都晓得。 这些人不是凡人呐、啊，佛菩萨再来的啊！莲池大师的身份没铺路。我们不知道啊。可是印光大师对藕叶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这个小册子的赞叹。 我们要多想想，那个里头有很多悬疑在里头。他说：“即使是古佛再来，替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”这个赞叹还得了吗？ 啊，那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，他是大师之菩萨才来的。啊，大师之这样的赞叹，这个住持，那这个住持的人是什么人？我们想到，不是阿弥陀佛，肯定是观音菩萨。 啊，你才能得到大师之菩萨如此的赞叹呐、啊！啊，偶一大师一生施 <coughs> 法莲池大师啊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叔弟子。 啊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。他读莲池大师的书，仰慕莲池，向莲池学习。莲池是晋宗第八代的祖师，他成为第九代的祖师，他学成功了。 啊，那么在中国传统里面，孟子是私塾孔子，啊，孔子的私塾弟子，在佛门里面，偶也是莲池的私塾弟子，这都是老师已经过世了，依老师留下来的著作，学习成功了，啊，古人所说。 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啊，弟子超过老师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中国人讲究的尊师重道，即使超过老师，还是把老师捧在顶上。 这是大德，这是教育啊！所以在中国，你看看帝王，历代帝王、嗯，啊，他得到政权了，做了皇帝了，一定是追封他的父母、祖父母做太王啊，这是。 敬祖宗啊，敬老师啊，啊，这是中国传统里的最重要的两桩事情啊，啊，佛法教学也不例外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一个人的成就，这两个人恩德最大。咳 啊，成就超过父母，超过师长，但是也不敢轻慢父母跟师长。啊，这是教训天下人。啊，天下人才真的服你啊，真的佩服你啊。啊，如果你超越父母了，不孝父母，那父母不如你。 你本事比父母大，这种人很多啊，啊，社会人瞧不起，不孝父母，啊，不敬师长，你在社会上地位，啊，这个这个，或者是名誉超过老师了，啊，对老师不再过问了，不再提了，这是背师叛道，大不孝，无论成就多大。<coughs> 当时有人恭维你，在历史上不会有人尊敬你的啊！像这些事情，我们都都懂得啊。幕后这一句说：“不可思议之玄门，所现光瑞殊妙绝伦故千佛宣说啊。”这说明。 阿难尊者为什么要祈请释迦牟尼佛说这桩事情？啊，这个幕后一段呢，就是赞琴许说啊，师尊对他的发问非常的赞叹啊，这个祈请的功德很大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留着明天再学习啊。